2008年的时候，在一家片上做素人女优出道。其实当时很多人就觉得她很漂亮，可是那个时候她其实并没有那么走红，因为一来是发片量的问题，二来是就是都着重素人路线，不太明那个作品上面不太会标出她的名字，所以那时候很多人注意到她。但在日本 AV 界，她只能算是一个蛮边缘的女孩子。那时候就是一开始大家在看片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他，我觉得是他那个就是外形最出色的时候，脸蛋某些角度看起来跟我们那时候就是开始走红的第一名模林志玲是很像的。因此，暗黑林志玲就成了波多野结衣在华人圈的封号。对许多男性朋友来说，他的脸孔并不陌生，坊间还流传一句话说：“平生不是波多野，变成男子也枉然。”之所以浮上台面更加成名，竟是因为这则乌龙报道。一直到2011年3.11大地震的时候，有某家就是媒体就是引述了那个就是来自大陆的，就算是那种胡乱报道，说他在那个海啸当中丧生。ちょっと立ってから聞かされて、自分でも知らなかったので、すごく。びっくりでした。因为引述以后，大家发现这是个假新闻，然后他的知名度才一下子被炒开来，变成一个从大家口耳相传，私底下就是大家互相在讨论女优，变成一个大家都认识的女孩子。渐渐打开知名度，波多野结衣这才发现，原来她在台湾那么走红，决定来台发展。叫一个问题，现场这样，一起逆三，气泡露骨，还有这个什么娜娜，好，娜娜，这七个，谁看起来最顺？顺，这意思是什么？最顺？好帅！私的に頭がツルツルな人はツルツルスケベな人が多い。スケベ、スケベ、スケベ。那个就是他自己的感觉上来讲的话，就是头顶就是比较光滑的人可能会比较色一些。You're right, you are right, you are right. 对，他有摸过光头吗？あります。大丈夫，来招待，坐好坐。可以吗？坐好，坐好，坐。Only 我们用这个台语讲得很赞，怎么可能？日本人呢？你应该知道台语怎么讲吧？来，哎，等下，讲台语应该是没问题啦哈，没问题。哎，太夸张了，讲的也是很赞的啦哈，赞的啦，像那这边就不。没啦，这手势国际的，请客不得啦。啊，你考考他啦，来考试好了 ，test， 第一，螺丝起子，台语，对吧？罗赖吧，哎，来，打火机，来打。你们的 test 哦，还没结束哦，还有那种 test 哦，要猜一猜。播一首台语歌听，听呢，听，你唱，又看卖是什么？啊，你看，你猜啦，好，你要猜出第一唱的是哪一首？哎，他听得懂，哦，哎，很难哦，哦，这个台语歌哦，哎，走，太厉害，日本人居然会唱台语歌，会啊，失望了。嘿嘿，你身心都准备好了吗 ？OK， say no。在节目中大唱台语歌，拉近与观众距离，也接下广告代言。哎，游戏吸引人没错，但我让眼睛休息休息。一般 AV 女优蛮常因为健康因素出问题，然后就退出这一行。但是对波多野来讲，她根本是铁人，你知道吗？真的是，而且是那种不是三项铁人，是十项铁人。她的一个月要拍
15到20片，大概预计是15到20个工作天，但是每天大概就是8点到5点，这一定是最少10个小时这样拍下去。不管你习不习惯，但他多元化的面貌，希望以性感实力派偶像的身份再度抓住粉丝眼光。